您各位媒体老师，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电视剧《遇见爱情的黎先生》开播发布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李成远，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大家。好，感谢各位媒体老师，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遇见爱情的黎先生》呢，是由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浙江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投资出品，台湾的偶像剧教父、著名的导演陈明章执导，改编自郑源的网络人气小说《玻璃鞋》，汇聚了当红的偶像演员陈晓、周冬雨，还有贾景辉、叶青、萧寒、余孝辰等等。另外呢，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演员刘雪华老师的倾力加盟。这部青春偶像爱情剧的播出的时间是2017年1月4号，会登陆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全国独播，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年大戏。那今天呢，我们首先会带着各位走进这个美好的厉先生的这个爱情的世界。我们几位主创也会在现场跟各位分享。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欢迎到的是我们本剧的主人公女主角周冬雨，来，欢迎。稍事一会儿再上台分享。同样呢，也欢迎到扮演季振宇的贾景辉，欢迎。同样以及演绎刀子嘴豆腐心的吴越的萧寒，欢迎。欢迎我们三位。要跟大家再讲一下啊，这个作为一部讲述繁华都市的浪漫爱情的这样一个偶像剧呢，厉先生当中不仅有着我们非常高颜值的演员，在故事的角度上也会有创新，另外呢，在这个能量的传播上也是非常的积极的，别具一格。海润影视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作品跟大家一起探讨爱的本质。因为马上不也跨年嘛，很多人就会聊说这个新年的愿望是什么。虽然很多朋友嘴上不好意思说，但是大多数人也都是希望说2017年我们可以遇见爱情，遇见自己的真爱。希望这部剧呢，大家分享完之后也会有小小的启示分享。这样我不太多说了，我们先看一组海报，看看从这个海报当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讯息。我们来看大屏幕。客观讲，我们只看这张海报并不能得出太多故事内核跟人物关系的信息，但是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我们的演员颜值都非常高。而且呢，今天跟我来分享的这个活动现场的老师还特别讲了一个词，我觉得蛮精准的，说看这个海报想到一个词儿叫做清甜，画风特别的清新甜美。然后具体这个里面的故事情况跟人物角色的情况呢，我觉得我别说了，我也没那么清楚，咱们邀请主人公上来分享。咱们首先呢邀请周冬雨，欢迎。现在我们这个光大家拍的 OK 吗？不 OK 是吧？光能不能调整一点？现在有一点五颜六色，现在可以吗？可以。我们用拿一张白纸给大家调个白吗？可以了是吧？可以了。好，来跟冬雨咱们简单分享一下，应该这是第一部你演的现代的然后电视剧，这个角色有没有什么特点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角色就是该动嘴的就动嘴，该动手的就动手。然后虽然那个预告片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虽然这个人看起来挺苦的，苦情脸，但是他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被人欺负的人，就是一个非常直的人啊，非常直爽的人。对对对。刚刚在你来之前，玻璃的小片花大多都是动手的，他是有一种脾气不太好吗？这个角色就是东北人。东北人不是经常说，能动手绝对不会动嘴，啊，能用手解决就不能用啊。没事，再说一下。就是能动手绝对不动嘴，啊，能动手绝对不动嘴。嗯，好，那这个角色是怎么判断什么时候是该动嘴的，什么时候是该动手的？1月4号看。因为这个电视剧真的拍了很久了。感觉是好久以前拍过的。好久了，2年前、3年前。对对对。那如果现在回忆起来，关于这个角色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导演让我换着法儿的哭，天天换着法儿的哭，也有一百多种吧。啊。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哭不出来、嗯、就是我的哭戏就是这部戏练出来的。这部戏给你练出来的？对，哭了100多分。嗯，100多分吧。那行，到时候1月4号播的时候咱们可以看一看大概在哪一集的时候会哭成什么情况。这个角色刚刚呈现是有一点这个暴脾气啊，可能有一点这个灰姑娘跟这个女汉子的结合，跟你自己有相像的地方吗？或者有反差的地方吗？就是我是比较淑女的，你知道吗？我知道。对。啊啊！这就是我们两个的区别。嗯，就是其实是有挺大反差的。挺大反差的，对，跟我很不一样。嗯嗯。那这个打戏里边很多是跟陈晓是吧？有印象深的吗？其实这是一部打戏。啊、然后很多对手有贾锦辉老师，还有萧寒姐姐，真实在里边演我姐姐。嗯，我们两个是麻辣姐妹，然后跟贾锦辉就是、嗯、也是四川的，特别辣的那种。啊，对，重庆的那种特别麻辣的。什么？我们两个是演什么来着？你俩什么关系？对不起，我提示一下。啊，我想起来了。什么呀？怎么了？因为太久了这个戏。嗯，我们俩演的是朋友，对吧？啊，对，恋人未满。恋人未满。不是，我在里面好像我不喜欢你，但是你喜欢我，对吧？剧情是这样。嗯，这样。一会儿呢，您上来再补充一下，看看两个人说的一不一样。没有，他也不记得了。啊、他刚才说我们当时演的是什么来着？好，那咱们一会儿就看着自己的回忆线索再来分享。然后呢，再问冬雨简单的一个问题啊，陈晓里边演的那个角色，你还记得什么情况吗？自己还回忆得起来吗？他在里面叫厉耀南、嗯，我在里边叫刘欣彤。嗯。然后他在里边演的什么是吗？嗯。不是，他在里面演一个很有钱的。小开吧，就是那种有点公子哥的感觉是吧？是富二代。富二代，他这种就是霸道总裁的这种，或者这种富二代的这个角色，跟你戏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桥段？在里面，有一场戏是踹他的屁股吧？啊。嗯。对。然后他的反应是？然后他，因为他的。他的屁股比我大吧？那是肯定的呀。然后踹起来就是很软。对。好的，我们回头会把这一段。对导演说，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会拍，就专门拍屁股和脚的特写，我就记得，我问导演够了吗？不够再来几脚，够了吗？不够再来几脚。然后这个快点，你得掌握好节奏感，这个快一点，然后慢一点什么之类的，对。就是好多版本。很多武打戏在里面打戏。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能够喜欢，因为今天那个陈晓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的因素并没有办法在现场，不过没关系，一会儿冬雨讲的这些话呢，我们可以给他分享过去，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哦，我想起来了，啊、我在这个里面很喜欢奥特曼。啊，对，奥特曼。嗯，奥特曼。奥特曼。奥特曼。奥特曼，就是这个奥特曼。这个动作。特别好。冬雨喜欢奥特曼啊，然后奥特曼在里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然后在里面，我是妈妈的奥特曼，然后、嗯、刘欣彤的。好，我们大概清晰啊，一会儿还会有一个关于奥特曼的小事儿，没准还。生活中是你理想型吗？未必吧。我现实生活中说实话没有碰到过，嗯，所以我也不知道。嗯嗯，对对。那比如说，因为马上也要跨年了，这是你新年的一个新的作品，关于这个新作品有什么样的期待？包括对于自己2017年有什么期待吗？期待。嗯。其实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演，偶像剧，这部剧是我真的是我第一次演，嗯，偶像剧的一个作品。然后，我想看看大家的评价，然后再决定今后。自己的何去何从？对，好，一月还挺紧张的，因为我们都我刚才跟景辉哥哥和萧寒哥哥，萧寒姐姐也说，就是挺紧张这部片子要上。嗯，
要播出一月四号，然后稍有紧张没关系，一月四号的我们大家也都会看到，然后到时候估计观众有了更多的反馈之后也会更加放松。然后呢，今天冬雨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更完整的一个内容，是吧？你自己有记得吗？完整的内容。对，你有给大家要播一个东西，你记得吗？我记得。是要播一个。叫什么预告片？就是其实是我们非常完整的一个片花，因为之前也跟冬雨有交流过，说我们是就播前面那一小点儿，那可能两分钟的内容，还是播多一点？那咱们就把五分钟都播吧。我觉得播吗？你得听人家播的人的吧。你是那个播的人。我是播的人。对。大家想多一点吗？好吧，来，那冬雨，咱们落座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五分钟的片花，好吧？来。我不会介意你长相一般，身材也一般。要尿是吧？我爱了。感冒了。欺负女孩子，把被女孩子欺负，再叫女孩子，那叫母老虎还差不多。你见过这么小小的母老虎啊？她要算母老虎，那我妹算什么？喂，公司请你来是让你嚼舌根的。真？看什么看啊？在海外你们都开除了。你是不是喜欢我？你干什么呀？陪我喝一杯吧，你就再也不喝。心疼的爱只会比你多，不可能比你少的。
心里的位置，要能总有一天你会忘记刘心的。遇见爱情的厉先生，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1月4日起与你热恋开年。好，谢谢大家。你好，谢谢。突然间拿过来一个椅子，一会儿可能有用。说实话，刚刚看完这个我们的花絮这个预告啊，在看这个海报的时候，就会觉得里面的纠葛感出来了。无论是那个情感的一些细节，还是他们真的很激烈的打起来的一些部分，可能都会给各位留下印象。来，欢迎冻雨再回来，来有请。这个椅子跟你有关系。你刚才不说这个戏中有一个一直非常重要的线索吗？奥特曼。今天呢，我们也把奥特曼本人请到了发布会的现场。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奥特曼你在？你是不是有点胖啊？欢迎奥特曼，请问你上来要做什么？要拍照？干嘛啊？这是？这是片中一个好像比较经典的一个场景，叫腿动是吗？是这样，腿动的时候就不用握着手了。来，冬雨麦克可以给一下我，咱们。我腿动他吗？你这个方便吗？方便，方便，可以啊。那我帮你拿个麦克，你腿动它也可以啊。腿动是上拿腿啊，就是架在上面。奥特曼，你做好准备啊！你过来一点，奥特曼。你要怎样？你能不能看一下媒体呢，奥特曼？好，你还好吗？好，你还好吗？没事，你应该是不会说中文的。我可以再揍你。好，这样，奥特曼，咱们再来一张，就是相对一点的跟冬雨，好吧，在这边来。椅子可以稍微撤一下吗？咱们一会儿再拿回来，谢谢。让奥特曼咱们再拍一会儿，他很快就要回去了。好，我们看前方媒体老师。在这里了。好，3、2、1，谢谢奥特曼，谢谢。也期待你在戏中的精彩表现。好，要开心哦，谢谢。好。看来他在戏中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对对对对，我从小的偶像就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刘星鹏从小的偶像。哦，这是一个剧中角色是吧？就是有很重要的这个情感上的这个寄托。然后我们接下来把随后的两位主演请上台，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台前幕后的故事。邀请到的是贾景辉还有萧寒，欢迎两位。上来啊，这凳子就拿上来，我就觉得情绪会变得有一些微妙。这样，两位先打个招呼，然后简单介绍一下角色。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萧寒，我在《遇见爱情的陈先生》里边扮演的是刘星鹏的表姐，影后的表姐吴越这个角色。然后跟我身边的戚振宇的扮演者贾景辉，他是我的师哥，也是我们的首次合作。然后里边我是那种就是。爱恋他，疯狂的追求他，对，一个这样的角色。好，来，Hello， 大家好，我是贾景辉，我在《遇见爱情的厉先生》里扮演的是季振宇，就像他疯狂的喜欢着我，我疯狂的喜欢着他，他疯狂的喜欢着他，对。好，我们基本顺了这个彼此喜欢的关系啊。刚刚这个奥特曼上来跟冬雨有一个这个腿动的部分，然后奥特曼很兴奋，然后回去休息了。现在两位上来之后呢，如果不排斥的话，也可以腿动一下，我们绝对欢迎。那你们谁腿谁，你们自己可以商量。
我觉得如果按戏里的角色关系的话，一定是我腿动他。嗯，对，因为我是那种就是爱他爱到疯狂，然后就是送上门的那种。嗯，对，然后天天跑到各种献殷勤，我都不理他。那现在今天我这个服装有客观因素，还有就是我觉得要不今天你那个我吧，对，在戏里的，然后在戏外还回来。啊，我那个你，好，来，请坐，来，请坐。腿动，我之前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以为是要拿腿举起来这样压。你如果可以的话，我欢迎。这样，咱们先坐，先拍一张坐着的，好吧？来。我以为他要就是踢飞我。来。你们可以保持一会儿，没关系。我们在这里看着也好。哎呦喂！他在心里就是这个状态。是吗？心里是反过来的，是吧？我一离他这么近，他就要亲我。好。好，可以。咱们换一种站着的，站着的，就是站起来，你把腿架在上面也可以。来，咱们在这边，稍微在这边，在这里夹起花把你绝活拿出来，你把腿弄在上面，我的绝活拿出来，绝活拿出来，对，也可以。好，咱们可以保持一会儿。三二，好开心啊，小满，还行。好，谢谢谢谢，来，谢谢谢，咱们把这个腿的道具可以收一下，谢谢，工作人员帮忙收一下，谢谢。来，两位在戏中跟奥特曼有互动吗？也有吧，奥特曼这个元素跟你们也有少一点，对吧？他专属，专属的。我有一天在拍摄现场见到小，然后我在通告上看到有他那天，然后到了现场一直找不到他在哪，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一直捂着一个胶皮的衣服，我说这是谁啊今天，后来他们说这是陈晓，然后我就把他拉过来，他把那个摘掉跟我聊天，我说别，对对，有一天在那个天台上，我跟他拍了很多张自拍，然后没有人知道那是谁。好，等回头那个等戏播的时候可以拿来再分享分享，因为可能那时候观众就知道这个梗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因为咱们景辉这次跟两位都有这个情感上的一些关系或纠葛，演起来是一种什么感觉，有印象深刻的地方吗？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他喜欢我，我不搭理他嘛，然后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嘛，然后就追他，他不搭理我，就是人生的一个两个极端的体验。对，然后蓦然回首，那个深爱我的人一直就在身边。那这两种啊，戏中角色的这种性格的女孩，让现实中的你去看的话，你更倾向于哪一个？我都喜欢。对，我觉得你都喜欢啥呀？孩子多大？哎，几岁来着？还好吧，跟你差不多，跟你差不多年纪。哎呀，好，都喜欢，点到为止就好。就都喜欢，就是要两种性格都有的，当然是最好的。就还想都站着，都站着。行，那就这样。来，肖寒这边，因为有这个暗恋的这个部分啊，演起来会非常那种忧虑嘛，就是哎呀，每天就是喜欢别人的那种状态。其实他，我觉得吴越大多是你。恋吧，对，就是一直苦恋，就一直喜欢他的这种状态。对对对，然后就是喜欢，就是爱，就是特别执着。然后呢，他就是就吴越这个角色，就是刚才您那个介绍的时候说是刀子嘴豆腐心嘛，他嘴快，对，他尤其是在他妹妹的面前，就他觉得他妹妹就是像一个小宝宝一样，什么都不懂，然后他就像半个妈一样的，老是教导心童啊，就是爱情观啊，人生观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显得自己好像特别厉害的那种，经常在说他的时候就特别刀子嘴这样，但是都是爱他，对，为他好。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后来知道我心爱的人原来喜欢的是我的妹妹的时候，我还挺伟大的呢，心里伟大呢，还撮合他俩呢。哎呦，你在戏中是吧？心流的血，然后拖了他俩。所以当时知道的时候的那场戏，应该是就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字就是，可能大部分都比较端庄啊、大气啊那种。这个里边就是有很多搞笑的，就以前完全没有被开发的那一块，然后被在陈明章导演的这个启发下，然后引导下开发的很多那种幽默搞笑的这种演戏的部分，里边很多就是面部表情是恨不得就是一天长
长几百根皱纹的那种表情。那都说到这儿了，比如说那种表情能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老是挤眉弄耳，挤眉弄眼那种，就夸张的瞪眼睛，大张脸，就是跟我以前的角色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蛮期待的。就是很多幽默的部分，而且大家想一下，咱们也是一个就是开年的大戏，到这个阶段其实也是很合家欢的，大家也是喜欢聚在电视机前看看那种热热闹闹的呀，很开心的作品。然后咱们三位这样，咱们再回忆一下啊，自己这个角色各自认为比较有意思的一句台词，或者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咱们依次分享一下，最有代表性的，可以代表自己这个人物的，咱们从萧寒开始分享，好吧？台词也好，场景也好，都可以。台词我也是刚刚突然想起来，我看到这个海报，我想起了那个叶青演那个角色。然后在戏里，我记得也是有一天跟那个冬雨，我们在现场就走戏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台词里没有的，因为他里边演的老是欺负我们俩嘛，尤其欺负他。然后我经常就是为他就是打抱不平。然后因为他的头发是卷发，很美的那个长发的卷发。然后有一天我俩就是在想，我们俩就是想那个台词骂这个角色，是戏里这样子。后来我突然想，我说方便面，我们觉得他头发特别像方便面。然后从此以后，我们在那个戏里边每一次提到这个纪志臻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俩都会直接说那个方便面了。就是他这个方便面。真的是谁没来欺负谁呀、啊、不是不是，这样说的方便面，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好，清晰方便面。对，请问，我刚才一直在想啊，这个戏里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台词，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因为我记得我演的是一个。对，我没事没事，实实在在挺好的。对，然后我就记得我演的是一个暖男，什么就是有多暖呢？就是明明知道人家不喜欢我，还死乞白赖的笑人家。对，就是脑残嘛。然后，然后后来就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好多场我跟这个东叔的戏都是，导演到最后要把那个镜头定格到说你给一个表情就这场戏就咔掉啊，然后暖男嘛就不知道怎么演，永远要甜甜的看着他笑，然后不拍他的时候他就这样看着我，真的觉得很尴尬。拍戏的时候。对，我们两个喜欢在现场打造。我们俩有一天最好笑的是，我们在拍机器是拍这个上脸，然后我们俩就拍要掉地下一个东西，你记得你想起来了？然后我们俩想起来了，就是每次你知道吗？我演哭戏，只能拍到脸，带不到手。他就在底下掐我，对，我就掐他，然后他就看着我还要哭，然后逗他。有一天最好笑的是，机器在上面，我们俩要蹲到地下捡一个东西接，站起来入画然后我们俩在这个蹲下的时候都还是在那里互相的厮打，然后就站起来马上就变得特别认真。我说那个欣桐，我真的很喜欢你。然后他说你不要这样说，我怎么，其实底下两个人就一直在打。后来导演就说哇，你们俩真是厉害了，演技好啊，你们真是厉害了，这个我是真没想到。还有一天在拍别人窗口，我们俩就打着就跑过去了然后导演说那个是谁刚才穿帮的，然后大家知道是我们两个说是没有谁，导演你看错了就你们俩在片上属于追跑打闹系列。对，他是我特别重要的一个小伙伴拍这个戏就是最开心的元素可能就是他，他特别好玩。那冬雨现在还能回忆起来自己的吗？没事，我们俩一起说好，就是追跑打闹这个部分是吧？我觉得我觉得在这个戏这个电视剧真的特别感谢导演，特别好。就一天拍多少场？30场戏对吧？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说导演我可以去个厕所吗？你先憋一下，然后拍完这条再去。我说好，然后我就是你知道吗？会有大小号，就不能。绝对不能上大号，然后不然导演会等，就着急。效率高。对，效率真的很高。一天我最厉害的一次，一天拍了30几场来着，三十五场。他动不动就说，那个不好意思，你又加了5场，我因为是我随机会觉得哪些地方好，然后再补充进去是吧？对，是因为我第一次拍电视剧，我以前都是一天拍了5场，动不动就你又加了5场，35场。好。我觉得这个说明你实力强，你能接那么多台词，效率高，没有特别感谢这个戏，给我练好了，然后又有这么好的女演员，这么好的男演员，对。
这对手很重要，我觉得。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就是相处的就我们在工作的身上真的是挺好。嗯，就虽然戏里角色各种纠葛，但是合作是非常顺畅的。因为刚刚讲啊，就是一个是效率非常高，有很多的这个戏每天在拍。另外，我们也非常佩服演员们，可以一边拍戏还能一边追跑打闹，两个都不耽误，挺好。这样的，因为今天在这个发布会现场，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媒体老师们分享更多。我们随后呢会有一个拍照的部分，然后呢是咱们拿着自拍杆会有一个自拍，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些情节上的设定。我根据刚刚聊的呢，可能也会做一些随机的调整。咱们先上自拍杆，好吧？来，第一组，冬雨跟景辉。咱们按照呢比较长，照的行吗？可以吧？来，先第一组是二位，然后呢咱们先按着戏中角色的感觉呢，是有一点恋人未满男追女追不成的那种感觉。对对，就是他追你戏中的那种状态。景辉，你要表现出你很喜欢他。没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你拿着自拍杆在前面，然后我在后面追你，你要带到我。你这个追求是追打他，不是打，是追他。哦，可以可以，把我包在这个画里面啊。可以。灭了。这是灭了。啊，好的啊。恋人未满的状态啊。预备，开始。好。啊，这是两位戏中的状态啊，就是这样追是吧？那这样追你追不上的概率是比较大。真的追不上吗？恋人未满的状态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调整一下，就你们私底下正常自拍的那种放松的状态，来一张就 OK， 好吧？你们私底下，我们需要做一个，就是把脸上的皱纹全都展示给大家的。好的，那你不许耍我啊！说好的，一会儿不能拍出来只有我是，然后你没有，你很漂亮。我们把皱纹展示给大家，好不好？好，算数啊，展示皱纹啊，尽情的展示一下，好不好？尽情的奔放，放飞来，好来，三二走。哎，都算实在啊，都算实在，感觉像拍牙齿广告了。你好了吗？我有，他有，我真的有，我真的有，是，好。哎，我们戏里还有，对，我有一套。景辉稍事休息，来，笑看冬雨，咱们这个比较基本，就是呢，好闺蜜的状态。我们是亲的表姐妹。对，好姐妹。三二一，好，可以。三位咱们一起，主题非常的积极正能量。三位一起拍的主题叫做《祝这部剧收视长虹》系列，可以看着发挥。来，手长，来。三二。谢谢三位，谢谢。来，工作人员帮着收下我们的自拍杆，然后咱们的照片就留作存档，然后跟媒体老师随后分享。三位呢，咱们可以台式稍微休息，有一个小惊喜，一会儿分享。来，谢谢。